出的好。先生，我太学3000门徒，能对上此联者恐无一人。不过适才大苏先生说太学如何如何，老夫以为欠妥。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，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，不见去年人泪满春山秀。不知大苏先生能否知道这首词是何人所作？自然是我朝当今文学泰斗欧阳修大人。欧阳大人立志摒除太学体，不知大苏先生以为欧阳大人这首词是什么体？宫体、宴体还是花间体？只怕这欧阳体还不如太学体。正是。老先生之言，苏某不敢苟同。欧阳大人曾说，坐读文章，卧读小说，入册时才读小词。欧阳大人的偶尔细作小词，怎么能和改革文风扯在一起呢？老先生一定读过欧阳大人的政论文章吧？以晚生看来，与欧阳大人的文章相比，太学体的文章则一味粉饰太平，堆砌辞藻，在固执堆里讨饭吃，与时事毫无补益。试问，如不改革，如何得了？什么粉饰太平？什么与世事无补益？不过是朝廷用来排斥太学、党同伐异的借口罢了。难道说欧阳体就对世事有益了？欧阳体就能使大宋的边疆隐患消除吗？以老夫看来，尔等系欧阳体之辈，不乏专务取巧通机之人。这个体那个体，不过是他们用来升官发财的阶梯罢了。哼，泥沙俱下，鱼龙混杂，害群之马难免有之。这并不是改变太学体之过。老先生大概在汴京待久了，只知党派之争，却久未闻民间疾苦，故而一说变革就归为党同伐异。晚生自梅州来京，一路所见所闻触目惊心。老先生，你看不见的是，我大宋早已一天天积贫积弱，若不变革，岌岌可危。而要变革，就必须从文风改起。文风不改，选出的官员必是太学体的官员，以太学体的官员来管理大宋政务，则大宋富国兵强，断然无望。宋氏旷生，老夫问你，你说改太学就改吗？改成什么？难道改成令尊的六国论吗？老先生，人心所向不是你也不是晚生所决定的，是人心所决定的。人心就是御街的书铺，家父的六国论日日在卖，而你等太学文章则在柜台上落满尘埃。大胆！皇上所向才是人心所向，你方才讲的是欺君之言。哼，道理讲不过就陷人于罪，若皇上在此，我苏轼还是如此进言。太学已朽，新学正兴，入你太学无以自投坟墓，官才中人何谈为国选才？你殿下，先生，以文会友，难道你们愿赌服输？休息，久闻你们纨绔子弟专横霸道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哼，分明是苏轼无礼在先，将我先生气成这样。当其子辱其父，罪莫大焉。是你们先辱人家父亲，失礼在先。废话少说，反正苏轼将我先生气恼，你们要是不赔罪的话，怎样？关门！滚门！滚门！皇上，想让下去吧。冲的爷爷来，上！原来读书不行，打架也不行。刘琦，要不你来试试？苏轼，咱们发榜之日再说。苏某奉陪。走，我走。真是。哎，刘兄，别走啊！今天这顿饭该你请吧。好功夫，超过，好功夫，真的。哎呀，天地扎，万物浊，圣人发，仙怪鬼色，狗屁不通，定是太学生所为。叔公啊，何知我等苦啊，
欧阳公更苦，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能做出此等凄艳之词者，岂能耐得住这数十日的寂寞呀？于老弟，老夫看你数十日来一直气定神闲，坐怀不乱，老夫倒要请教你等太学有何治心妙法能消除这如此寂寞呀？叔公玩笑了，我的意思是欧阳公的文章举子能读，小词歌女能唱，男女老少三教九流都喜欢啊，有天下人做知音，欧阳公怎么会寂寞呢？玉啊，你就别穿凿附会了，依老夫看要这一个多月吃住在这儿倒也罢了，可这门口啊还有兵丁把守，这哪里是阅卷，这简直就是坐牢嘛。哎，若是能够阅得好文章倒也值啊。哼，什么好文章，尽是一些太学的狗屁。时而这篇应试文章怕是已然超过老夫了。上古尧之时，高尧为大法官，一个人犯了死罪，高尧三次要杀他，尧却三次赦免了他。这个典故用得好啊，这个典故出自何处呢？好，这典故出自何处回头再说。在老夫看来，这篇行赏忠厚之治论堪称我大宋开国以来最好的应试文章，居然没有染上一点太学的恶习，哎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哼，此次能够为皇上发现此文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恭喜欧阳公，我看没有比这再好的文章了，尤其是用典不落俗套。欧阳公，看来魁首非此文作者莫属了。欧阳公，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我确实有个疑问，不瞒叔公，看此文的格调，我怕这文章是我的学生曾巩所写。欧阳公，我看你是多虑了，大宋数十万人读书，未必就没有超过曾巩的。那万一是曾巩所写，我这个主考又判我的学生为第一，皇上知道会怎么想？叔公，你想过没有？曾巩是你的学生不假，可这考题是皇上亲临现场出的，哎，绝无作弊可能啊！哎，皇上自然不会怀疑我是否泄题，可有人会怀疑我判卷是否公允呐？哎，欧阳公，你怎么就如此肯定此文是曾巩所写呢？我也可以说是今天看见的那个苏轼所写，或者是苏辙，或者是程颢、程颐他们兄弟所写啊。叔公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选呢？问心无愧，不畏人言。好一个不畏人言呐、啊！叔公，此言差矣。你难道没有想过，若这次我一个太学生也不选，而偏偏选中我的得意门生为第一，那汴京不大乱才怪了呢？欧阳公，那该怎么办？哎，我看判此文为第二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欧阳公，如果此文不是曾巩所写，那不就委屈此人了？哎，玉玉，
你说该怎么办？哦，哎呦，哎呀，我呼告内急，先去如厕啊。叔公啊，委屈了他一个，天下的读书人就不委屈了。哎，原来哪儿看过的？看过没我呀？在这儿，有我这儿了。休息休息，休息休息。第十二名啊！哎，田兄，你看，那不是你的名字吗？你中了，恭喜田兄啊！中国，有没有？别着急，我不着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没有中，十年太学，竟然不中，天理何在呀、啊？欧阳修欺人太甚，对，我堂堂太学，就一人得中，没那么容易。对，我等去找欧阳修理论，讨回公道。何以要对我太学生赶尽杀绝啊？对，找他理论，对。有没有我？哎，有你，迂腐可笑，不中活该。恭喜啊！哎，恭喜子固兄高中魁首啊！哎呀，我中第一，会见恩师与口舌呀！哎，子固兄不必自责，考官又非欧阳公一人。再说了，考生的卷子皆被抄书工所抄，考官见不到我们的笔记。对呀、啊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、啊？哎，没事，人心叵测。张某泽在，速宣欧阳修上殿，就说朕要看苏轼的考试文章。遵旨。一生太学，天不与我，天不与我。我们学的就是太学题，为何废除太学题？我们不会写别的文章。不对，考太学题是祖制，废除太学题就是欺师灭祖。对，欺师灭祖。先生，诸位，欺师灭祖。大家看看此乃何物？这就是贡举院考官们的诗集，他们居然在贡举院作诗填词，哪里还有心思判卷？区分良友啊！对啊，是啊。更可气的是，考官们竟然在诗中侮辱我等。岂有此理！你给大家念。欧阳修居然在诗中把我等比为蚕虫，诸位听着：吴华战士衔美勇，下笔春蚕食叶生。什么？把我等比为蚕虫？还有呢？他说我们是蝼蚁。万楼战时春日暖，五星明和月堂深。岂有此理！子瞻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此刻太学生正在围攻欧阳大人府呢。走，出来，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都知道了吧？此次大比的榜首就是欧阳修的门人曾巩，无私也有弊啊！上人的脸面都丢尽了！出来！欧阳修，你说。为什么今天中榜的没有一个太学生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宋举子落榜，老夫也很同情。读书人进取功名不易呀、啊，但不可能人人都中，请回去继续努力吧。有登榜者就有落榜者，我等理解。可大人不该在诗中侮辱我等为蚕虫蝼蚁。还有曾巩，他中第一，就因为是你的门人吗？对呀、啊，就因为是你的门人吗？对呀、啊。难道怀疑老夫有私不成吗？至于此诗，读书人都明白是什么道理，老夫无需再做解释。那你为何违背祖制，废除太学题？太学题迂腐不合适用，难道让老夫去取一些古书里的杜鱼来做我大宋的官员吗？岂有此理！不能走，这
岂是门坛领袖该说的话？我把话说清楚。上朝，我要跟他辩论三日，不能让他走，不能让他走。干什么？不能让他上朝。干什么？大胆狂徒，非但不思己过，还来威胁考官，这也是你们太学生应该做的吗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曾巩，你不就是个年年落地的穷酸秀才吗？今年靠拔掉欧阳修才起得榜首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你？这就是你们的手段。如此营私舞弊，算什么圣人的门徒？我等宁愿落地，也不走你们这种卑劣小人之徒。对，你们若把这等心思放在大宋的社稷之上，就不会有今日的下场。苏轼，你休要在这里口出狂言，惺惺作态。看来刘兄是不服气啊。那是要比对子呢，还是要写文章？哼，手下败将还敢出言不公。你给我上！怎么着，想打架你们？啊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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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人请。这事没完。走走走。愚公。哦，欧阳公，你也觐见皇上？是啊。欧阳公，今天的天气不错呀。啊，哎，是啊，就是有些风，如果没风的话那就更舒服了。与欧阳公不同，我倒是喜欢有点风吹在身上，更觉神清气爽。哎呀，愚公，你可不能多吹风啊，小心染上风寒。多谢欧阳公的体面。欧阳公日理万机，暗读劳累，欧阳公更要以保重身体为重。嗯，是啊，百病始于气。于是我每天告诫自己，知足常乐，足而生乐，乐而生喜，就不会生病了。愚公，老夫说的对吗？欧阳公所言极是啊。啊，欧阳公，皇上宣你上殿。啊，王大人，皇上说今天并无大事，请您先回吧。哦。苏轼这篇行赏忠厚之治论，朕以为极好，仿佛说到朕心里去了。但文章中有一处典故，朕却不知道，要问问欧阳卿家。啊，陛下，是不是高尧为士那一段？对，此典出自何处？哎，臣万分惭愧，臣也不知此典故出自何处。哦。欧阳修是本朝的文宗，居然还有你不知道的典故，这苏轼果真奇人也。是，你这典故到底出自何处啊？是孩儿杜撰的。你杜撰的？是啊。是，你居然自造典故，你知道这犯的是欺君之罪，你会受人以柄的。哥哥，这种事情可玩笑不得呀。啊，父亲，我那日坐在考场当中，忽然间浑然忘我，于是行笔如飞，心之所至，决定杜撰一篇典故以佐证文中道理，却忘了还有什么规矩定理。我儿你糊涂啊。哎，为父了解你，故而一路上都叮嘱于你，要你克己忍性，谨言慎行。你在哪儿性之所至不好，你偏偏在皇上的考场上性之所至，你会因此丢掉性命的。父亲，切莫为孩儿急坏了身体，孩儿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担当，为父怎能不急？你可别忘了那些太学生们还有他们的老子正愁着找不着把柄呢。哎，你若连累了欧阳大人文风改革的这件大事，
恐怕就毁在你的手上了。父亲，孩儿想，此事也许不会像父亲说的这么严重吧。你们懂什么呀？舅舅，舅舅，你得替外甥做主啊。舅舅，早知如此，你们该拜到欧阳修的门下，跟他去学欧阳体，是我拖累了你们呀。舅舅，请您放心，只要有外甥在，我们绝对不会坐视欧阳老贼一手遮天。我们跟他闹到皇上那儿去。好茶啊。舅舅，还不明白呢？哦，外甥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走，走啊！哦，快去击鼓，别延迟了，击了登闻鼓，皇上就会亲自受理，我等才能沉冤昭雪。可是若击此鼓，无论有理没理，都要羁押两个月，老夫岂能坐牢？您是怕坐牢啊，还是怕欧阳修废了太学，我等终身不能及第，饿死街头，被后人指着脊梁骨偷骂呀？你去击鼓。我上有六十老母，下有五岁孩童，万一我出了差池，他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一群废物。好，你们不击鼓是吧？我击。朕闻登闻古院有人击鼓，不知何事。陛下，臣为此事正有本起奏。奏来。启奏陛下，欧阳修以个人好恶起事，引起众怒，致使落榜太学举子聚众闹事，登闻院击鼓，不仅辱没斯文，且损圣上求贤之德，应当追究其失职之责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讲。谢陛下。文章优劣并非欧阳修大人一人一言能定，我等都有评判之权，科场失意，不怪自己学识浅薄，迁怒考官个人好恶，就像落齿之人说肉不烂。陛下，欧阳修大人若能奉圣意去贤能之事，当然为我朝之幸也，但是榜首者乃欧阳修之门人曾巩、曾子固，曾巩数次科考皆名落孙山，此次独占鳌头，不能不使人生疑。据悉考官们在未进贡院之前，曾氏兄弟曾双双拜谒过欧阳修大人，故太学举子们闹事并非空穴来风。陛下，御史胡大人所言不差，但臣心如明月，无愧于心。陛下，此次重榜者曾巩、曾布还有苏轼等人早有文章流布天下，重榜并非偶然，怎能说是舞弊？且判卷时欧阳大人怕苏轼的文章是曾巩所写，所以特将苏轼的文章排名第二，故而曾巩就阴差阳错的成了第一，这不正说明举子名实相符，考官心正言准吗？也就是说，苏轼该是此次科考的第一名。这倒是一件趣事。多疑善虑乃是御史之本分，诸位考官不必太在意。谢陛下教诲。陛下，一太学生为抗议不公投河自尽，臣想陛下可能不知道吧。什么？欧阳修有这等事吗？陛下，确有此事，但臣许是不敢不秉公持政。陛下，太学生每天都在汴京街头闹事，欧阳大人不闻不问，甚至不予安抚，此等行事作风不顾大局，实不可取。臣恐长此以往，太学生们怨怒日深，
绝不利于我大宋长治久安。陛下，太学生闹事，竟以死要挟朝廷，居心不正，朝廷不能长此风气。陛下，太学生联名上书，并击登闻鼓，为我朝所未有，此事非同小可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凡事以疏导为上，堵塞为下，即使废除太学体，也不可骤然而行。一臣之见，如今只能允之其中，废除此榜，重新评定试卷，择优录取太学生，方能平息太学生的怨气。这怎么可以啊？这怎么可以？大宋无这等先例，岂不大乱？大乱才能大治。陛下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太学源于祖制，应有其一席之地，不可废黜啊！是啊，不可废黜啊！不可废黜啊！请陛下明断。是啊，请陛下明断。陛下明断呐！韩琦，臣在。你是首相，朕命你与御史胡素、知谏院与会，共同处理太学生申冤之事，彻查可考是否舞弊。遵旨。退朝。吾皇万岁，放万岁。子瞻兄，太学生今日击了登闻鼓，皇上已派胡素、吕慧二人调查此次科考是否舞弊。其实就是为了查欧阳大人。子瞻，我等这次来就是为了商量此事该如何应对。子瞻兄，你一定有高见吧？查到最后，说不定就要废除此榜，重新评考，若我等被追夺功名，等于白做了几日进士。废除此榜倒不是大事，我等至多不追求功名，只是文风改革的大业就会前功尽弃，此事非一榜进士之事，而关乎国运盛衰。子瞻兄高瞻远瞩，令人钦佩，还请指示办法。我以为我等应该联名上奏皇上，痛陈太学体制弊端，彰明文风改革的必要，并将奏章散布天下，道理极明，太学体必倒。这奏章一写，如何才能送到皇上的手里？我等没有上奏章的资格啊。既然这帮太学生可以，我等也可以去击登闻鼓啊。对呀，咱们就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可是谁去击鼓呢？你们这是，哎，这是谁让你们送来的？久闻明允公大名，当朝参知政事王圭特来拜会。原来是王大人，我如何担当得起王大人屈尊到此，真是折杀小民呐！哎，明允公不必客气，今闻你身体不适，快请坐。承蒙王大人关心，我现在好多了。啊，请坐，请。明允公，你我读书人不必多礼，特备薄酒，至于明允公榻前，已是敬意。岂敢岂敢，在下乃是乡野草民，怎能与朝廷栋梁同饮呢？哎，明允公不必客气。哎，怎么不见明允公的二位进士公子啊？啊，两位犬子正跟觉心大师谈论佛典。哎，要不让两位犬子跟觉心大师一起来拜见王大人？哦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下次再见二位也不迟啊！啊，击鼓者要被羁押坐牢，无人击鼓却如何是好啊？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，我去帮你们击鼓。超谷兄，你不是在说笑吧？嗨，谁说笑了？我不会写文章，你们来写。你们不敢击鼓，我敢。我如果击鼓，那鼓声响的是半个汴京城都听得见的。超谷兄，
鸡登闻鼓可是要坐牢的。哎，我炒股不怕坐牢，不过你们需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何事啊？我帮了你们的忙，以后你们著书立传，要为我单写一篇，说我炒股是干事大英雄。炒股兄乃真壮士也，我等答应你。太好了，如此一来我等功名无忧了。我不仅佩服明远公，对二位公子的才华我也是欣赏有加呀。此次大比我就力主二位公子及第，特别是贵公子那篇行赏忠厚之治论，我已不知读了多少遍，仍是爱不释手啊。那只是犬子拙作，哪儿当得起大人的谬奖啊。哎，明远公过谦了，此文皇上看了也夸好。哦，皇上还说此文用典不俗啊。皇上是这么说的吗？怎么明远公你不知道啊？苏某不知，犬子苏轼虽有几分才华，但生性狂放，藐视成规。这应试之作嘛，本是看不出什么真本事。犬子有几斤几两，我这当父亲的能不清楚吗？子由，你看这天上的明月，是否想起梅州的家乡？哥哥怎么忽然想起家乡来啊？路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，不知母亲的身体怎样了，我好生牵挂她。还有你我新婚的妻子，也许洞房花烛已将泪流干，他们却要垂泪到天明。哥哥这么说，子由也有些想家了。记得在赶考路上，父亲嘱咐我要谨言慎行，如今我却闯下如此大祸，让父亲担心，我真是个不孝之子。哥哥别这么说。子由，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你要照顾好父亲。上古尧之时，高尧为大法官，一人犯了死罪，高尧三次要杀他，尧却三次赦免了他。苏某不知，犬子苏轼虽有几分才华，但生性狂放，藐视成规。里面请。子瞻啊，啊，你很好啊！此次老夫文风改革最大的发现就是你呀。当然，子由也不错呀。来来来。请坐，请坐，坐坐，哎，好，请坐啊，明远兄啊，我很羡慕你啊，真乃是苏门鼎盛啊！岂敢岂敢，欧阳大人，我来拜见你，就为一事。昨日王圭王大人来访老夫，谈话席间，顾左右而言他，老夫甚是担心。有一事不得不讲，犬子自作聪明，于科考文章中贸然私造典故，老夫恐给大人添加祸端。明远兄，造典之事老夫早已知道。子瞻年少气盛啊，最坏的是皇上也看了子瞻的文章，曾问我此典出自何处，我当时搪塞过去了，若是皇上继续追究，怕是极难遮掩下去。不过明远兄放心，我正在想应对之策。大人当受明远一拜。哎，明远兄不必失礼，
只怕此事被人利用。啊，借子瞻敲山震虎，直指我等文风改革大义。我已是一把年纪，无所谓了。若是子瞻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可是……此典故出自何处呢？陛下，找不到啊！再找。遵旨。启奏陛下，臣奉旨同吕惠、胡素二位大人监察科考放榜一事，现已查实，主考官并未舞弊，对于死去的太学生也已做了安抚。陛下，知贡举欧阳修虽然未舞弊，却至今不能使闹事举子平息。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早知道你们要来见皇上，今天你们休想进登闻国。你闪开！休想！除非你从我等身上踩过去。那好，我就从你身上踩过去。松开！要不我打了！松开！超过！松开我！不松！松开！哥哥，子瞻，你疯了！是这